我是何祖麟，我是郭敬淳。嗨，来，我们今天节目啊，请到姐姐来说故事。是，这位特别来宾啊，是我们的前辈。国宝级的，真的、哦，人生这个很坎坷，但我们都充满了祝福。但没想到到最近呢，哎呀，又跌一跤。真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传奇人物。前半段真的好精彩，后半段真的好辛苦。但是还好，姐姐很坚强。姐姐是有智慧的。来来来，先来欢迎我们命理老师哈。来，首先欢迎我们的，哎，李玉佩老师。老师好。哎，接着欢迎汤正伟老师。老师好。来，接着欢迎 Amanda 老师。大家好。哎，来欢迎两位来宾。首先欢迎年长玉年姐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主角李佩金，佩金姐。金姐好。嗨，主持人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哎，你看，佩金你还笑得出来啊？金姐面对没有，金姐很开心、啊。金姐很职业，她面对镜头的时候，那个魅力就会跑出来，巨星的魅力。没有，看到她我也吓一跳，我以为她会愁容满面，就没有，比我们还要开朗了。是啊，您不要担心我。但是话讲回来，每一个人，你的痛苦也太多了。真的，来这一次、啊，磨难这么多，这一次啊，这到底老天爷要考验你什么呀、啊嗯？来，观众朋友，我们看看一周刊哈，佩金姐。哎，回收前夫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待会儿来问佩金姐啊。遭抛弃，回收了前夫又遭抛弃，李佩金200万家产惨被骗光，这次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这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其实是这样子啊、哦，前面那次离婚是因为我的爸爸去世，那因为父文上面没有我先生的名字，他非常生气。我现在还没办法就改是前夫了，那也是没关系啊。OK， 那个欧阳振宇他非常生气，结果他就不愿意陪我去跟拜拜爸爸丧礼。对，那么那就 OK， 那就算了。可是那这样子呢，我跟我家里的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糟。可是在这之前呢，其实有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情。那我一直也没有对外宣布，因为我觉得夫妻嘛，我总要原谅他吧。很多事我都选择原谅，因为夫妻本来就是互相，我一向都是这么善良，我觉得我是选择善良过一辈子的。那么在我生病的时候，我曾经因为吃药的关系，使得我记忆力不太好。那么有一次他就讲说，宝贝，你记忆力不太好，你总要这个，我怕你被别人骗了。佩金姐，这么多年下来，你们互相的称呼，欧阳大哥都是称呼你宝贝嘛？宝贝和妹妹，所以他是叫我宝，他说我是他心目中的宝贝，还有叫我妹妹啊。叫了多少年？30多年了，很久。对，叫30多年，其实也很甜蜜、啊、是。那么在这一段日子里面，其实他我不是我不能说他不好，其实我们的感情刚开始是很好。那因为父母的反对呢，所以他对我呢就是，你说父母的反对是你这方的父母反对，对，是那方的父母，我爸爸妈妈，他爸爸妈很疼我、哦，非常非常的疼。他妈妈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。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我看他妈躺在床上，我也很舍不得。他就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唱片啊、录音带全部都是我的。你的粉丝就是。对，他是我的粉丝哎。那我那时候我就吓一跳，可他妈也很善良。那没有想到后来是因为老人痴呆症嘛，哈，那么失智了。对，失智。那么后来因为失智的老人，他讲话有时候会乱讲哈。那他爸爸好善良，就是以前的那个公公。那一直照顾他到走的那一天，他们两个人在同一个疗养院里面，妈妈还在骂，婆婆还在骂那个爸爸，爸爸已经得癌症要走了，他都不知道。我觉得，可是医院是规定是这样子，一定要讲出来说他得什么病吧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医生就讲说，你得了肺癌第4期，没有救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结果他不吃饭，他决定不吃饭。是佩金姐，所以说其实你跟婆婆的关系很好。那
他在安养院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要35000块，对，是你这边要出吧？对，当然我出啊。所以说都一直是我出啊。你们感情又好，你想说把婆婆接回家里来就近照顾，也可以省钱，也可以就近照顾，没错，省点开销。好有孝心哦。可是说这个欧阳大哥他不肯。我说你接回来，我可以给佣人多5000块钱，然后3万块钱我们可以省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妈妈我们又可以就近照顾。他说妈妈会乱说话，我说乱说话有什么不对呢？老人失智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呢？我都不在乎，对不对？妈妈了，他说妈妈都一直要叫我，一直要找他，就是一直要叫他了，他觉得很烦。哦。然后他就我跟他商量这件事情，他不肯就是不肯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一直觉得说，哎，带我去看你妈妈吧，他就不要带，不带我去，永远都不带我去。我一直都没有见过我妈妈在医院，我婆婆在医院有2年多，我没有见过她。答案是在3天前我才知道。啊，是怎么了？她有另外一个女人。说欧阳有另外一个女人。这跟他不愿意把妈妈接来家里有关系吗？我的女儿告诉我的，我前夫的女儿告诉我说，他说为什么不要让你见他，因为妈妈会乱说话，会叫出那个女人的名字，所以他跟他妈妈说，跟那个婆婆说，你千万这个不是这个女的不叫可乐，不叫可乐，你千万不要叫她可乐，她不是可乐，因为她介绍可乐，她知道可乐，她知道小三，她妈妈不知道，妈妈搞不清，那婆婆大概搞不清楚吧。那可乐是谁？就是小三，小三的名字哦。她是我女儿告诉我，我这女儿告诉我是赵信，嗯哼，这个节目主持人的。弟弟的离婚的媳妇儿，就是离婚的那个太太啊，太太前妻啦。对对对，我女儿告诉我，怕你名下你跟银行借的款会不会被别人骗走啦？包含了哪些？你跟银行借了多少钱？准备做生意的？1000万吧。结果一年以后，我跟他说钱，我要看看钱，剩下67万。1000多万，剩下67。